当期望与现实背道而驰，一个带着孩子的官夫竟敢抢走人家的宝贝女儿，把女儿们培养得太好了，我好幸福啊！剩下的竟是满身伤痛，是肾功能衰竭末期，我们要赶快找到妈，妈现在会有危险，妈对不起，望妈自由地过生活吧。最感人热泪的精彩结局，像你一样的女儿，东森戏剧台